欢迎收看客新闻，我是婉伦，每日一课来帮头脑进步。例如碳基报，金源代工厂台积电第一季缴出了亮丽的成绩单。A 股市公司曾提出哦，每一年呢现金股利都会逐年增加。果然啊，护国神山说到做到，9号召开董事会决议提高股利，第一季盈余配发 2.75 块的现金股利耶，并将在10月14号发放。如果说每一季都有 2.75 块的话，整年下来就有11块了诶。而且啊，投信呢也正在积极买进台积电哦，是不是本土法人呢也表示认同。总而言之， Q1 股息拉高对于股东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大惊喜呢。今天电子成交比重呢来到了 55%， 四大晶圆厂 A 今年产能抢光光，力积电、世界先进、联电 Q2 营收拼命创新高。而在疫情的这个利空淬炼之下呢，驱动 IC 电源管理 IC 呢订单到了明年中，而 IC 设计族群哦真的是跑很快。那既然讲到 IC 设计哦，一定要谈到这个 IC IP 设计、 IC 制造还有这个 IC 封测族群哦。而美光最近也说不怕缺水缺电，也要加码台湾耶，是不是说这个下游的封测族群也有利多呢？那你觉得电子族群能不能在 Q3 大爆发？欢迎在底下留言。我是婉伦，客新闻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